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是我们早上来 Costco 这边加油，星期天早上，这个排队还是排的比较长的，排成了一条长龙啊，一直到路口了，这个路口还是感觉到有点小啊，不是那么大。这是在凤凰城，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，大家在这边加油，车排起了长龙啊。Costco 的油便宜一些，而且是会员卡，有会员才能加油。这边现在外面的油价是2.15块嘛，然后我们去大峡谷那边是2.05，比 Costco 2.09还要便宜。这就是加油的情况，美国的皮卡还是非常多，皮卡这种车非常多，开皮卡的非常多，然后是 CRV SUV， 然后是轿车，这就是福特、丰田、本田、德国宝马这种车非常多。我们可以看在 Costco 也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呀。这是蓝天白云，今天是立冬。我们看的内华达州雷诺，内华达州北部雷诺那边已经下雪了，等于是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，已经飘飘洒洒，树还是绿的，已经下雪了。澳大利亚是迎来了春天，然后特朗普现在在白宫的心情是非常的郁闷呐，没有那么高兴。好，我们开始往前走了。拜拜。